死路上行义，法是权，是根据行权无心十二行权的精华所变。这个法是权，它的理论，它的权理啊，跟五行权十二行无异，那是相通的。很利要沉稳，身要正，要虚力顶劲，两肩要松开，要含胸，叉腰缩胯，脚往后撑啊，两脚两脚往外撑，要浑圆，要气沉丹田，他的起势啊，他的起势也是无极性，无极起势。叫松沉放松，五四五念，这四十五度角，徐徐往下蹲，这四下，鸡腿龙身，胸膀火八头，啊，鸡鸡有独立之能，胸有三焦之志，有理穴，有理穴之识，啊，胸膀有点劲，变出三体式。后手要踏上劲，伸手要整上力，五指要炸开，虎口要撑远，啊，无处不远。舌顶，提肛，蓄力顶劲，转上圈，啊，它这个因为圈呢，它是钻圈如卷饼，大指压在于食指与中指。要握紧，有如此心，这个圈法啊，步法是三体，它的上步后脚蹬，前脚垫步，叫抢步，啊，抢步，啊，这是要出身，要的出身，要的入理，进不防。退不亡，受不亡，挥手如钩啊，裸带，挥手如钩，稳错，稳错他，眼看中指，后手俩手，用力要均匀，后手给他趁上劲，啊，后手给他趁上劲，上错，叉，今天是你，啊，就护住那个脉搏。把对方拿住，坐胯，后脚蹬上力，命门就撑上劲，左手啊，丹田鼓荡，左手抛出，啊，这个顺步炮，上手啊，圈心呐，就冲里走螺圈，冲外啊，腿左呀往外开，人要松沉，抱上力。手背顾着天庭，前手中线打对方胸口，这拳往下拧，拧螺圈，拳底下走，翻过去，啊，这剪子骨还有几个步行，剪子骨放松，气往下沉，龙虎相交，是不是吧？啊，那个龙虎相交啊，这脚啊，这腿法往上窜。人搓来崩，哎，一路不一崩去，眼肘啊挂，眼挂，这手啊往上钻，一上一下，挑，拿枪，拿个枪，明枪一样，拿枪，咽气，啊，顺不崩，顺不崩。顺步，啊，这叫六步。顺步绑着，上草之意，肘要吹，肩要松，胯要坐，挂手，啊，挂他手，这马步，这马步，这跟长拳不一样，它这无处不冤呐。
就松下去。画，踩开，踩开两下。他这个两小臂，啊，这两小臂啊，还要把气叫到软肋，啊，他不是蹦，不是蹦，啊，他这个气的骨干，啊，筋骨棒，哼，啊，你说不慌。这力呀，发出去以后，对他心口，你咔嚓，变点变力，像这个拳啊，这拳，右蹲田，右蹲田啊，倒下，错，马上大起来，啊，右个翻身，后步，后把字，后四十五度角，那往上搂，啊，搂，搂，脚就收下，收下。翻身，要翻，坐下，头顶，前脚一垫步，腰子舒伸，腰子舒展，啊，有打该吹的啊，有打该吹的，是不是崩？啊，打该吹，啊，进不崩，开不崩，啊，是不是崩？啊，这叫一马三箭。
个形象这个把式啊，损失形象，把式拆手啊，很主要。这个起势的应人啊，为啥呢？这个起势四象的应人，加上对方啊被窝肋啊肋打的啊，首先肋打啊，然后是肋打是汗，那、啊、这个起势的嘛啊都已经长长起势的关键，头一手就应人啊，这我还这样。那个提他呢，猜他啊，猜车他啊，这起事儿虚的都是腿啊，再来一下啊，看啊，撩他帮啊，起事儿插扑啊，变化挺多。这起事儿一开始这个马氏圈的要的出身，他圈对我心口打了啊，对我心口部位啊，这。就是妖精，这踩不了了啊，这是转错了，这就要的路里啊，这要的路里，这拳这上个力一块儿啊，一块儿啊，一块儿，这个妖精啊，这个妖精这个把式拳呢，这个妖精啊，纯属顺其自然啊，虽然它是有性像，所以说它是五行的像，啊，纯，它是象形取义。它这个拳，右拳往我面部打了，啊，啊，这一挂，啊，它的实际重心，啊，我的电击腿，啊，要个出身，往裆里一插，啊，或者是往，啊，弹，它的出现，啊，要个，啊，变化相能，啊，这个妖精。打他中他，他中，这手他松，这手过，他拉，啊，这叫狮子砍，啊，加上这，他里手过来，左手过来，啊，他刮他，刮他是吃他，啊，打人不匀要过人，啊，你步要不过人，你力点，那不一定不好使。这脚虽然是鸡腿，鸡腿。还要踩他，啊，还要踩他，啊，啊，这鸡腿呀，还要踩他，啊，给我脚踏中门，给我中门人，疼，打正前面半门嘛，疼，他不用多大力，他不用多大力，这个浑身呢，他是一个肉身加一种一个整力，这个把式，啊，这要出身要个努力，进步疼。变化一下，进步崩。他这拳随意打了，啊，我就手里烫，如林吧，啊，这开真枪了，啊，那知道叫进步崩，啊，连环崩，啊，法力的手，啊，要出身，要如林，啊，进步崩，这进步崩还可以变化，然后离手了，啊，这手过来。出身入林该吹，这个该吹得了，啊，面部盖，假设啊我这一砸打空了，这个顶我啊，这个无所谓，他要是偷要冲我，看了吗？锁住了吗？锁住，那这手给他喝上，一个就喝上啊，给他打他们七八烂的偷我啊，进步崩。要出身，努力，不崩，退不崩，把他穿一，他穿一过来，把他挂，啊，啪嚓，我挂了，他瞬间，啊，他瞬间还要进来，他还要进来，啊，这护着，这打着，幸福打着，啊，得以法力作画，啊，这出去，啊，他就挺重，啊，是这是，要固定死意，出身，努力。记住蒙啊，还是退不蒙，只不过是退蒙打啊，随意，脚后一插，这个踩住，这球就住到你内部，治不蒙，打他啊，这历史一个，人他都出去，人他都出去，记住蒙，退不蒙啊，斜打，落一打，
伸手不伸手，别看他这里有套子，他都能变，随意变，随意变。顺其自然，不管什么走，哎，你看，直在一进呢，一个人起，这脚，他倒别跑啊，这他倒别进去，倒退着走，这变化很多的，不成功后提醒，提醒是你，随便他，我这
只有守不住，仅仅是你不怕他见了随着看啊啊跋涉啊，谁见他见了仅仅是你，然后他最后最后最后软肋又朝打来，啊，看着来个慢镜头，哎哎哎，虽然他是在这个角度这样打我来了啊，这把这个点你错，啊，回手回手就来，啊，回手的点子他这个准错镜头很重要啊，看看啊，这不仅仅仅仅是你啊姐，不管怎么来，他撂我，他撂我当，啊，看，这是扛着，啊，怎么这扛着，啊，这个仅仅是你，很主要，看，啊，错了，仅仅是你，就是一下，别跑开了。就脸盆的，嗯，不管他怎么来，啊，不管他怎么来，啊，我很随意。看，啊，你，又是甭扯，啊，你撒着他，啊，你撒着他，关键是这个准错，我乘上力，你用他那个点，给变力。改变他立的方向，不好使。他，啊，哇！他把那个慢镜头写了，哎，嗯，这一刮，啊，他都跑不了，啊，仅仅是你，啊，这次我得使个锁手，十二斤，这个八十里的，随意的。盯着他，哼！这一缩手这一挂，嗯，有法力不行，他都摸着我，磕着我，啊，他是偷顶也无所谓，啊，假设偷顶，看这咋厉害不厉害？这挂这还锁住，接不头人砸，啊，这回他错了，他起脚，他随意起脚。这一砸，啊，就疼，啊，他的手要顶住，这人身呢，身不外露，也不就落着地麻花，你看着，过吧，过吧，哎，又撅到手，哎，看，他随意，啊，还不激动，动我的巴掌，这左手厉害了，他拳。不管他往我蹬，哎，想往我蹬，不管他，看，啊，给他截住，啊，把这点子错出去，让出去，啊，让出去，回头，啊，回头，看他怎么动，看他怎么动，一动，我随他意，见景生情，随心所欲，啊，是抬手啊，嗨，哎。左挂，啊，左手，挂，抱拳，向，摆，哎，好，推，呵，捧着他，啊，他不管怎么动，随意他动，用我的余光，用我的神眼照看他，啊，别动，看，坐上就喝了，这真是过了，前心后心呐。张飞勒脖子，给他喝，让他跑。他，你看着他，神要罩着他，啊，不怕他来，啊，不抓得进，抓得进手。哎，你干嘛呀？随意把事儿拆手，啊，随意的。
随意的，看，随意的，看，你发力啊，这个绝舌了，去，随意的变化，看，随意的动，握它怎么动，把它掌往我胸部打，它拍我一掌，它拍我一掌，我也无所谓，我都刷它动，一刷它动。护住，所以功力的问题啊，随意他打，他不管你，看，啊，气口窝，找，他别跑，跑，看，啊，给腿都给踹折了，他不管怎么来，啊，到左手，看。你锁的脚的踩，不用看，他到位，因为这个三角掌对呀、啊，他到位，他这一锁，看交叉，交叉这个臂分有点大势，一打，这拳都猛，一发他都，他一发他都走，他得动。手一伸之喝呀，他越窜起来，他打的他越远，不怕他起来。嗨，刚才这慢镜头他起来以后啊，我已经踹他的里脚了，踹他的，让他走，别害怕，已经神意。嗨，看，看，他已经到位，到了，我近身的，大如起面的，起来，一拉他去，他再动不动。很自然，啊、很轻松，啊！他过去，我先得撂他疼，我抢的是意，我抢的是身，他摆他错步了，他摆动，啊，我就缝住他，不管他使什么腿，他管他使什么腿。看，看了，啊，满镜头看了。他进来，我一搓他的头，一发他的头，啊！我浑身周身就喝，主动进去，逼他，我逼他，他翻一点走，啊，他翻一点就走，啊，他都别动，因为我这炸力，哎，我是一紧张，他都别动，啊，跟我跟他的力走，他是把式，我左手了。手放去了，啊，他不往，往哪儿打？啊，我都不看他，啊，我都不看他，看了，啊，那他狗啊，啊，他都走。相当快，哎，啊，我走，我都错了。
眼珠子我给打死。哟，我的水在这吧？啊，看，看，啊，随意他变化，他让他动，你不动我不动，你欲动我先动，我一出手的先。啊，他真的有高的，他有，他不是没有吗？他我抢的，他是这意，他走的是动，他动动这边，来，动动这边。入林了，左手抱拳，横拳，就给他威势。龙腿上脚，这拳打来。松臣，你这礼拜就卸了，我也不松臣，给我打死！哎呀，把我也揍了！把我打死，都给你杀！把他的手剑，借力打力，啊，算了，没年纪儿。相当凶猛，啊，我也看不到，他也不事先告诉我，啊，我就见你生气，哎，不到他，到他这儿，哎呀，大哥，他别动，我很自然，看，他都被点，我都被杀了，他一起力也高，他出去的要远，我就借力打力，还叫他往高处，他都没有啊，你跑，他说他的。啊，我找他呢。啊，嘿，嘿。
所谓啊，把他上来，我让他过去，过去，我准备给他伸腿，把路停住，你收一收，看看，看，撑住他，一定要撑住他，立下吧，抬到边上，抬到边上，抬到边上，冲我的面，你在我面，任意他变。双夹，啊，软肋他搞我两下，啊，我也无所谓，啊，看。
川大有敌呀、啊，来袭悟空会呀、啊，他超过蛟龙，他眼子放亮，看，哎，动，哎，动，他不动，他动在哪？他不动在哪？啊，你观察两圈啊，说是，他这是打我两肋，我得打他，啊，是，我把手心掏成空，我空而不空。